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，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著名演员李玉刚。那么李玉刚身边的这位美丽的女士呢，是李玉刚的妈妈，欢迎两位的光临。谢谢。去年在春晚的舞台上呢，李玉刚可以说是惊艳了全国人民。但是玉刚其实在脱去泥裳之后呢，又用男子汉的责任和担当撑起了父母的一片天空。李玉刚同时也被评为2011年中国演艺界十大孝子之一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这位台上的大才子，台下的大孝子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李玉刚才华横溢，但是这个启蒙老师就是阿姨，是吗？应该这么讲。小时候就听着妈妈唱歌，然后我就一点点的就长大了。阿姨，我相信您的歌声一定特别美，那您能不能今天在现场给我们亮亮嗓子，唱两句好不好？哎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欢迎阿姨。唱支山歌给党亲，我把党来比母亲，母亲只伤了我的身，党的光辉照我身。哦，太棒了，阿姨，真的很棒。其实我们知道李玉刚是特别有才华，他的表演特别出色，那其实真的是离不开妈妈的辛勤培育。谢谢。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，这样李玉刚是不是应该把你的代表作，我们都非常喜欢的那首《新贵妃醉酒》献给我们？好，没有问题，接下来就把这首《新贵妃醉酒》带给大家，掌声欢迎。雪花飘落，梅花开枝头，那夜呢花前池旁留下太多愁，不要说谁是谁非，感情错与对，只想我你与你一起再醉一回，金雀钗玉搔头是你给我的礼物，霓裳羽衣几番轮回为你歌舞，千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，马嵬坡下愿为真爱魂断红颜。